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到了阿玛尼的旗舰店，看一下阿玛尼红气垫在德国的售价。我们看到旗舰店有四款颜色可以选，分别是2号、3号、4号和5号。我们以2号为例吧。2号在国内旗舰店的售价呢是630元人民币。我们找一下德国目前 Flaconi 网站上可以给到85折，输入打折码 MAR15。二号气垫在打完折以后的价格呢，原价60欧，打完折以后是50.96欧元，50.96欧元乘以汇率8，就是408元人民币，相比国内630元人民币的价格呢，要优惠了222元，对吧？即便是加上国内运费和关税，应该在50元左右。阿玛尼这款气垫呢，从德国运回中国的价格应该是在460元人民币左右。感兴趣的朋友们呢，可以关注我的频道，继续了解德国最新最全的打折信息。谢谢大家。